哎，姐姐，你到家了吗？今天很开心，因为你，这是我度过的最难忘的生日。我在画室，刚才突然来了灵感，正在画画呢。沉寂数月，画家 Z 新作曝光，怎么样？这个新闻标题很不错吧？至于画作的主题嘛，暂时是秘密。好了好了，说出来也没关系，但是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我想以家为主题创作一幅画，画中不需要高超的技巧，也用不到华丽的色彩。我希望它是一幅只看一眼便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和满足的画，就像我现在的心情。那说好了。等画作完成的那天，我们再一起看。到时候我会把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完整的讲给你听。希望我们的未来，也可以如画中描绘的一般美好。像这样和你静静的看画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这是我度过的最特别的生日，我会把今天的一切都刻在我的记忆中。像这样和你静静的看画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我会把今天的一切都刻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我度过的最特别的生日，这是我度过的最特别的生日。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心才变得完整。像这样和你静静的看画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我会把今天的一切都刻在我的记忆中。像这样和你静静的看画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我会把今天的一切都刻在我的记忆中。